使得皇上忧心，权限已经被皇上处置了。你杀他！你杀了他！皇上一向叫的臣妾，无用的人不必留着。你现在倒是很善于把人权术。是在妃子在哭吗？他们也知道不久于世了。皇上说话怎一点记录也无，宫中人人都知道皇上快驾崩了，提早哭一哭不是皇上，是哭自己。朕一向喜欢你的坦诚，朕有点事要。臣妾必定知无不言。啊，他究竟是不是朕的孩子？当然，天下万民都是皇上的子民。这天下都是朕的，不过很快就是你的了。是啊，这天下很快就是臣妾的了。只是臣妾要这天下来做着，臣妾要的始终都没有得。朕这一世所求或许曾经，然而如流沙逝于掌心，终于什么都没有了。嬛嬛，已经很久没有叫朕四郎，你再叫朕一次，再叫一次。皇上累了，好好歇一歇，臣妾先告退了。嬛嬛，再向一向从前的叫我一次死了，像你刚进宫的那样。皇上，臣妾身子有余，已不是当初了。刚进宫的那个嬛嬛死了，皇上忘记了吗？是您亲手杀了他的。臣妾是皇贵妃甄嬛。是啊，已经回不到从前了。那时候朕有我们多年前再回去，为老六你恨不朕是不是？皇上圣明，只是皇上不知，偏偏还是恨夺了你。否则你以为他为什么要您死呢？不过你放心，臣妾再恨夺了您也会好服于太子。那些臣妾知道，把宇温时出的孩子登上御座，有权自杀，会很高兴吗？你这不服！不服！真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
皇上还杀手诸多，臣妾跟拜下，一定知道皇上鄙视臣妾，甚觉还不够呢。来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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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臣妾就在这里。皇上可不过升堂，动怒不易奴体安泰。我是清河，皇上，皇上，想崩。枪声出来。